四月二日就是世界地球日，嘉义市的新店社区发展协会最近是全工封路来办环保的活动，介绍当地生态保育，也有打拼来推广环境教育。社区的巷仔内底，在时啊，都有真侪人来到这参加活动，除了有表演通看，当然通说，社区嘛趁这个机会介绍因的生态教育成果。前面那边有一个小区块。那一个区块的话，我们就当作是富裕凤蝶的富裕区。去年度我们在跟文化局申请了一个空间改造计划，那它这边的话是营造一个与怪的那个交易环境区。觉得透过这个活动可以去认识我们社区周遭的环境特色，然后从而让这个社区可以重新有一个不一样的新气氛这样子。嘉义市环保局活动会啊，四月二日的第九日。十六载是伫新店社区内底举办活动，除了呼吁民众伫生活中节能减碳，嘛宣传所来地球日活动的规划。包括他们有侏罗树啊，然后他们有红纹凤蝶，那还有就是他们有胶质桃，那所以在世界地球日希望说就是借由这样子一个活动，然后唤起更多的民众对于环保的一个关心。新店社区表示，因利用未来不利竞争的抗地，打造生态教育的环境。未来希望会当配合附近的国小提供课本以外的生态教育，嘛呼吁过去捌伫遮出现的物种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